飞拓，我们不仅是打火机设备研发专家，我们更是打火机生产工艺解决专家。打火机面阀全自动组装机采用 PLC 控制器控制，在旋转面阀时并非单方向的简单旋转，设备可利用 PLC 实现一个瞬间正反转换。要加快加快速度，
飞拓，我们不仅是打火机设备研发专家，我们更是打火机生产工艺解决专家。